集专员商务今年都十分高兴，再次获得最佳中小企业奖2023。咁啊，我哋已经系连续几年攞咗呢个嘅奖。今年得奖其中好嘅原因，另一个我哋都系今年十分之高兴，就系可以入住福田区港澳青年创业创新基地。咁啊，除咗可以享受国内政府提供呢个嘅优惠之外，亦都我哋有个角色就系协助港澳青年去大湾区，尤其是福田嗰边亦都去创业。明泽创立于1990年，咁我自己都会计师、税务师。咁我喺2021年就有幸因为国内国家税务总局佢有个新嘅政策，俾我哋香港嘅税务师喺国内执业。咁我就喺前海申请执业，同一时间亦都系攞新注册咗全国第三家嘅税务师事务所。希望我哋通过我哋呢个专业团体嚟到去协助港澳台青年，甚至系企业家走去内地，甚至帮佢哋走翻出去。多谢大家。